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深圳创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为香港青年带来无限机遇。若要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香港青年必须要从语言和国情认知等方面装备好自己。陈伟强谈到，作为中国南方的教育重镇，香港容纳了多所世界知名高校，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为深圳乃至内地的创科发展输入人才。他坦言，香港地域狭小，产业相对来说不够多元，对年轻人来说施展才能的空间有限。他希望香港青年放眼中国内地，在粤港大湾区寻找到全新的发展机遇。过去十多年的大学生毕了业之后呢，就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是学以致用，因为产业不够，基本上大湾区就不同。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又要问的，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有没有好好装备自己，其实是可以在大湾区里面大展拳脚呢？这个首先要去考虑，就是这个装备自己就除了可能是语言，就是普通话要学好之外，就是内地的国情也要了解，其实不足够的。你问 我们的年轻人对内地的情况，大湾区的情况，内地的法制內地的經濟情況他們是不清楚的，這個絕對是一個機遇給他們去發展。談及新一代香港青年，陳偉強一度沉默。在2019年持續的社會風波中，陳偉強因發表愛國和反對暴力的言論，在課堂上遭到部分學生的禁錮，他所從教的香港理工大學更是一度被暴徒佔據。陈伟强说，现在一些年轻人法治意识淡薄，也渐渐失去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他感叹道，香港青年并非素来如此。在我们上个世纪下半叶来讲，就基本上我们的年轻人无论是钓鱼台事件，或者就算是不要说那么远，就算是十多年前对于是杨利伟升空，即是太空，或者是这个的奥运呢，其实香港的年轻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呢都是很高。陈伟强认为，2014年战争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教师借机宣扬违法达义的观念，令青少年失去对法治的敬畏，对祖国也产生了很多偏颇的认识。但他也观察到，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校园渐渐恢复平静，很多港独标语已然消失不见。陈伟强建议，学校应该将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教育纳入必修课，让青少年加强国家观念和法治意识。